那套衣服，没错，就他。来来，重点讲重点。重点就是他现在来不了，就想办完隔一天才来。才来，除非我们去哪？钱的风险，来不了的风险，裸体的风险，请说说到底花钱签的。就是你最喜欢的那套粉红色的。那套衣服没错，就它，因为它是一个定制品牌，嗯哼，所以它全世界都只有一件。来来，重点讲重点。重点就是它现在来不了，它可能会在金钟奖前出现。金钟奖办完隔一天才来。才来。不是，那它有没有一线机会来得了？除非我们去哪？但就我们要飞去巴黎。他可以给我们礼服的时间是10月19号，就是巴黎的10月19号。嗯，对，因为巴黎现在还17号嘛，典礼是21嘛，典礼是21。反正就是我们人一趟去一定拿得到，一定拿得到，但是就是人要到巴黎，人要到巴黎，这样出机票钱。这你要穿的衣服哎、欸，那我觉得那是命定，要嘛就是要承担这个风险。钱的风险，来不了的风险，裸体的风险。不会裸体，就是你一定会穿别的。他就最糟的状况就是金钟奖当天，我早上我才拿得到，早上。而且你要想哦，你早上在彰化，然后你中午才回来，5点希望大道就开始了。我觉得我们先全心全意把它弄回来，觉得你可以做到的，加油！我们的救命恩人出现了，这是亲爱的凯凯。南约的人在这里面吗？对，下一站前进嘉贞姐工作室。露露的人台，露露的衣服来了来了来了，所以露露今天来不及定妆，然后我们一大早就把衣服赶过来，所以现在要先用这个人台来帮露露试一下。然后这是今天红毯第二套的衣服也改好了，很难约的朋友总算出现在这里了，赞。Finally， 风尘仆仆的，就是这套衣服穿上来了，全部刚刚好，从来没有这么穿一件礼服这么舒服。哇！你知道我们快累死了吗？我知道，我就是把快乐建筑在你的痛苦上。对对对，出门回家不要来。